吴祖爷堂堂的一个大和尚，像庙老一样啊，道高德重的，公然讲起风流诗来了。因为这个人问他佛法有切入吗，他有啊。你读过唐人的小野诗吗？读过啊。他唐人有两句诗，贫富小欲虐物事，只要他两人的身。哦，这个人一听啊，跪下来一拜，他已经懂了悟了。啊，吴祖爷，他带了吴祖爷走了，被罚了，所以悟了。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，像这样的有所领悟是载悟啊正悟呢？载悟是理载道的，等于说你懂了没有啊？我懂了也算悟啊。正悟是练功夫，身心都进入那个正盖了，理解也到了，定慧等持，这个叫正悟正当。这个不要写了，这俩载悟正悟就一定懂。这个人啊，所谓悟老是载悟啊正悟啊，你去猜一猜吗？即使载悟正悟都一样啊，这载悟正到了，你只要保持那个载悟，慢慢就自然会到了嘛。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呢？那载悟的人很多啊，像我们这里，那为什么沈小姐啊还才能满步啊？啊，你管他走那一步，形象这一步也好，跑步也好，他总有一天给他跑到的，争取跑的话。好，这个人走了，袁武成站在师父旁边当侍讲侍者，他看师父就许可他，好像这个人开悟了，他很怀念。这个居士出去了，他就问师父：“师父啊，就是这样，他就认得了生了吗？只要谈浪认得生，换句话说，他就真悟了吗？他不是这么讲，他师父啊，他真是认得了生吗？”这个师父就骂他：“你管他认得认不认得生？你认不认得生？”本来一肚子怀疑，问问师父，给师父一顿一骂一吼，是骂你吼你，就是教育法禅宗的。袁无成搞的啊，嗨，回头就跑。跑出山门外，一跑到山门外，山门外那个栏杆上面很多野鸡停在上面，这个小和尚咚咚咚一跑出来，那个野鸡啊吓住了，一群野鸡就飞了。这一飞啊，袁无常开悟了，就马上知道野鸡这样一飞，他这不是生吗？这不是生吗？他也认得生了，只要贪狼认得生。回来又回头写了一首偈子给他师父：真雅香烧香炉啊，黄蒸做的鸭子的，所以把真雅香烧正受味，都很风流的事啊。嗨，老和尚小和尚都去风流诗来了。正受味，三歌重立最富贵呀、啊。
三国城里，就到酒家跳舞，听的音乐很漂亮，听的行家，然后啊，这个男女女在里头啊，昏了乎了的。三国城里醉富贵，酒喝醉了，就喊别人扶他回来。少年一段是风流事啊，只有家人都自知。这首诗接近莫名其妙啊，黄到极点，也风流到极点，哪里像傅征那么庄严呢？就写了这么几个节子，哪个师傅一看，不周也一看，对了，就是这样叫参禅，这也就是话头。所以禅宗祖师的话头啊，教育法特特别别插过来一段。有一位大官来问吴祖野，傅征这样说，一个人黑风吹斗罗刹国土，傅征在人原问意思怎么样，一阵大风来，黑的很坏的风，把这个人啊吹到斗在罗刹国土魔鬼的洞里去了。他这是什么事啊，怎么一回事，傅征怎么这样讲，就为禅师说，他的这个问的人是学问好，官位大，权威大，可是这位大禅师和尚说，凭你狗屁，你有资格问这个？人家年龄、学问、地位、权位都了不起啊，像你大和尚规规矩矩请问这句话，他那个样子，面孔又难看，话又不好听，等于骂他，等凭你有这个资格问这个事啊，多难受啊！哦哟，这位先生当时就气起来了，就发火了，你这个和尚你怎么搞的啊，我还叫你师父呢啊，好好的问你，你这样侮辱人啊。哎，这位和尚笑了，他这就叫做黑风吹动罗刹归途，就是我那么逗你一下，你的无名就发了，头就昏了，一阵阴风就把你吹到魔洞里去了。好，这位先生一听赶快跪下来，师父我懂了，这就是禅宗。然后你以为圆悟成，这一下就悟了，当然悟了，进了门了，再跟在师父旁边一阵子，要离开师父了，慢慢要想出去活动去了，师父告诉他你还不行哎，他跟师父来争论起来，嗨，悟祖也笑了，可成啊，他的出家名字发明叫你呀，出去归出去吧，你要碰到有一天寒病下不来，就是发高烧要死了，前路漫漫，就是到死路的，到死的边缘，哪个时候你再会想到我再回来，还没有到家他就告假走了。后来在下江，他
在外省，就是到江浙一带，真得了重病，发高烧，快到死的边缘，挺身受学，念阿弥陀佛也好，念咒诅也好，看来一点都不得力啊，生死到了，一点都没有办法。这一下，他想起师父的话，哭了，还是师父对的。所以忏悔，这一忏悔病好了，又回到吴主演身边，以后只有很大的成就。大可简单告诉你，这些公案我讲给你听很好听，你们自己可以找到的，在哪里找？五灯会员啊，资源路啊，全灯路上去找，约吴成一段。我讲的有些还稍稍变动了，自己修持，什么一切即之相也不一定。为什么讲一切即之相呢？那个时候还没有钟表，古代，所以拿一只香计时间而已。差不多一直短一点香，中香多一个多钟头，起码的，连到一天七八支香，坐禅，如果那禅不一定在打坐，打坐不一定成佛，但是禅也好，佛也好，表象真正的姿态最好是毗卢遮那佛的七支坐法。像我们现在每一堂，诸位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多坐，一次有多长呢？30分钟。现这一堂比较好一点，很可惜诸位的宝相庄严啊，我都在这里向你们顶礼崇拜，所以多留了5分钟，如此而已，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了。哎，真正假是一坐一堂，一个半钟头，一点连堂下来，你们作为现代的菩萨，那就那么嘞，受不了。怎么叫那么一个笑话呢？在从前读书人，从前那些读书人有时候看不起出家人，看不起活人，这个现在一样，和尚有时候看不起在家人，人与人之间就那么麻烦，
这就叫人偶像，有人像有偶像，就是我慢。这个有一个读书人碰到一个和尚，他说你们啊还讲佛学什么了不起，书都没有读好。这个和尚说怎么呢，他明明是南无两个字，你们就读成南无啊。这个和尚说那有什么稀奇啊，你们读孔子儒家的书，大学上明明是于西两个字，你们偏要读成巫夫，而你们也巫夫巫夫嘛，我就来给你南无南无了。巫夫在等于死亡耶，南无来和尚来跟念经，所以这个和尚很高明，你们巫夫了，我就来给你南无了啊，就是这样。一个正道歌，一篇文章，懂他所讲的很浓熟的，怎么修行，怎么出家，怎么皈依，怎么出家，怎么修福，怎么悟道成道，综合起来很薄的一本《永嘉集》。你看他六祖的弟子，修天台宗出生，修止观，修止观禅定出生，见六祖见一面，请六祖印证，自己悟了，不放生，嘿，就这一点差一点了。当时，但是也应该请六祖印证。就这一面，有温州那个时候走路到广东啊，没有飞机啊，不像你们啊。这一面，对了，就要走了。六祖说：“真喜欢他，哎，住一个晚上啦，明天走了。”为了师父这一句话，在那里住一个晚上。所以历史上有名叫依虚阁教。他这一篇正道歌与他的著作影响中国文化，佛家道家儒家1000多年。后来回到温州，就是现在温州这个庙子头陀寺也住。1000多年来，中国的佛家、儒家、道家的人都很恭维他，都受他的好处，受他的影响。修行之路他统统讲了。哎，可是到了现在奇怪了，事情改了，30年了，50年，快到50。我离开成都寺院以后，在昆明，你们做你们的哦，不要听我讲古事，讲公案，现在的公案，然后就忘记了禅定，那还能够剑术刀山做宝座啊，龙盘和谐做禅床啊。我讲的话放狗屁一样，爱听就听，不听拉倒，有什么关系？做你的功夫，没有功夫可做的，就是本来清净。我到了昆明，
听说月七法师在昆明，天上月亮的月，山得水山溪的溪，这位法师我21岁起就敬仰他的大名，因为我有个和尚好朋友，我之所以说福啊，是这位和尚好朋友的关系很大。我在杭州念书，都你们呀喜欢搞道家的，什么起经把脉啦、手窍啦，反正古里古怪的东西啊，猎剑啦、耍刀啦、打拳啦，什么都来，什么都修，符嘛碰都没有碰，就在家里小的时候啊，在庙子啊读书啊，没有看过佛经。那个小的时候在庙上读书，我家乡那个庙子就是了法师情圣师那个佛经叫净弘师，就看到一本方言口的，哎，我翻开一看，有些句子真好，再看到什么莲池大师的七笔勾，什么红凤佳人一笔勾啊，方叶口有些句子真好，我回来跟我父亲讲，嘿，我是那个公公他们念的那个经啊，嗨，里头有些文章很好啊，他说你看了什么，我说那个什么叫方叶口啊，什么东西那个，他说你晓得谁做的那些好的，我说不知道，苏东坡，讲错了，苏东坡，苏东坡做的，哎呀，真的假的？我到现在没有去考，我父亲告诉我，哦，我说怪不得苏东坡这个才子做的很好。我的父兄当时年轻英烈，就是接触到这样。那个庙上有个叫宝善法师。就让我那个白酒的公公以外，这个和尚难得在里头看不见，专门到外面赶征菜，他的徒弟就是太虚法师的大弟，那个叫做知风法师，他讲荤语讲臭味吃荤的，但不过可是他干蒸菜放叶口那个声音好的，有人去南摩南摩了，哎，呜呼呜呼了，他一定来南摩南摩的。吃饭的时候桌子上素菜，抽屉里都是荤菜，我们温州的鱼好的东西都有在里头。我在庙上读书，他是不避讳我的，我父亲也知道，没有人的时候，上面两个蔬菜抽屉打开，吃，我来一切来来，这里好菜，所以我家里送来的风菜给他那个，他说闽南话公鸡，哪个能打火的、到了杭州读书以后啊，我就在李西府，所以我对于李西府始终怀念。你们现在还看得到，李西府有个秋水山庄，里头啊很漂亮，旁边隔壁有个小房子，现在不晓得在不在，一天到很猛关关到，实际上是个庙子，小庙子，看不出来住家。是上海的名人，比杜月笙啊早一点的还有大名的，摆申报的，施良才的家庙，里头有个和尚娘不认，后来变成我的好朋友，叫盛叔叔。我要吃素就跑到他那去，他一个人，有个小和尚煮饭。
庙子一进去，里头会有道家的书秘本，看不见的都在。所以我在那个道家的秘本，哈，在那个时候就看得很多。就后门这个秋水山庄，通的秋水山庄就是史良才修去给他给姨太太，姨太太名字啊叫沈秋水，所以称为秋水山庄。这个和尚啊，又是修禅，参禅了以后啊，的确可以说如果把禅宗后代分成三观呢，先破禅破秋观，再进一步到中观，最后大彻大悟破幕后老观，那三观呢就标准了。这个我这个朋友圣子和尚啊，他真正是破了初禅的，可是呢破初禅以后他就到不对了，不是不对，佛法知道这个程度了，如何修转这个报身呢？父母所生之身如何把它修转转化，甚至可以自由，这个在禅宗啊在佛法里找不到，等于道家南宗的祖师薛道光也是和尚，开悟了以后从生来说道家说密宗，所以认为禅宗所谓悟了见道，不过只了了法身，报身与化身还做不到。所以薛道光后来说道了，变成道家南宗的七祖。那么我这个朋友也是有这个味道，是他一别跟我来好朋友，让我教他武功打拳啊练剑啊，我呢教他什么呢，四只眼戴个眼镜，说浙江话四只眼镜的和尚，四只眼，四只眼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一天他桌子上一本很漂亮的金刚经，他说你还是看看吧，我翻开金刚经一看啊，很有兴趣，不是有兴趣，特别感情，我说送给我了，他说好啊，你要你拿去，我拿来找人晚上自己就坐在教学校的一个会开始一个角落里，早晚我就念金刚经，一下念不完了，早上念一半，下午晚上念一半，念不到一个礼拜，你作为念经我就自己啊合个掌把经理起来就念，于是我王一师父在世为国，这样念等于旁边敲个木鱼啊。有一天念到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，完了念不下去了，因为我都没有了，我自己也没有找不到我了，把经本一合就愣在那里不念了，赶快站起来到这个小庙子
外面没挂牌的，叫贤弟庵，跑到贤弟庵敲门，我这个和尚朋友圣师啊，释迦爷就开门了，他看我这个样子，愣了一下，笑一笑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说我在念金刚，你那刚真给我就念。今天啊，念到无人相无，我相无，众生相，找不到我来，我身体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都，而且啊，不，真也念不下去，不要念了，不是不肯念，没有念头可起了，也没有文字可找了。他就回馈讲，恭喜你。我说恭喜个屁，你念经还念得头昏头昏脑的，哎呀，这就对了，我也不过知道这个样子。我说什么你也知道这样，哼，他会拥有。因此啊，对佛家就有来因缘，然后他就正去拿一套书，这个拿回去看，《紫月录》。嗨，我的妈！天下的书我都不怕，啊，就怕这个书，怎么看都不懂，不晓得讲些什么东西。不过很好看，非常可爱，好像很多的宝贝，好像懂。好像不懂，所以一本《金刚经》《紫月录》就是如此因缘。有一天，我跑到郭岭李媳妇后山，是我那个侄子啊，好几这几年我叫我侄子，杭州跟我找个房子，还是找李媳妇，他呢永远做不到，我也永远不想要了。这个郭岭后面有个玛瑙寺，那个时候庙子蛮多的了，我们这个常常跑去玩的。有一天跑去玛瑙寺正去了，礼拜天出来个和尚，很奇怪，那个额头长得鼓鼓的，就像画像的一个罗汉的样子。他忽然看到我，我也以前这个庙子常去，没有看到过这个和尚，这一次突然看到，他也看到我，很和会长两人打个招呼。他突然问我：“哎，先生，你来玩？”我说：“我常来的，我就在前面。”我说：“嗯。”讲什么啊？他就问我，你怎么那么有心啊？哎，我怎么样这一点忘记了，怎么样？他就问我，心在哪里？我说在这里啊，心在这里啊。我就指心头，哎，这个不是你的心，这是肉团心。你应该把你的心找到了。我也愣了一下，他也就进去。我回来问释迦爷和尚，那圣师啊，我说哎，玛瑙寺来一个怪和尚，相貌很好看，像个罗汉。刚才我去，他还我们两个对话几句，他还批评我，只晓得肉团心，不晓得真心。这个和尚还敢批评我，我很傲慢啊！我这个朋友啊，实在也说：“哎呀，你碰到他了。”这个和尚不大容易出现的。我说：“你知道他？”我知道。我说：“是这个庙子啊，不一定。他神秘兮兮的，你碰到他。”太有缘了，不大容易出现的。
他讲得对，他说你，那么因此啊，我们两个谈谈谈到佛啊，有道家佛两个人都搞这一套。什么叫禅宗啊？他就告诉我禅宗那个字眼了，我说我都翻了，我晓得那个释迦牟尼烟花，我一晓都知道，看了的故事知道了。我说那你参禅的参花朵？对，他我参花朵。我说你有这一点了解跟谁学的呢？他说我这个德法的师父是乐器法师。我说乐器法师又跟谁学的？他说南京一个铁牛老和尚。铁牛老和尚又跟谁学？哦，他一路讲下去啊，还是这个林济中的传承。他说，我说那你怎么？他说啊，乐器法师在栖霞山南京住茅棚。他我这个朋友宁波人，出家当官。他说我嘛，到处参学了，就晓得乐器法师开悟了的，得到的。啊，他说我就找到他了。他对我态度很严肃。最后嘛，我是骂也好，打也好，不过他们要打我，啊，我就赖在那里不走。不走啊，他说他的毛棚呢，他也不做饭，不烧茶，那么我给他烧茶，给他做饭。这里也有个故事，那么明朝的寒山大师到盘山顶上看到一个和尚做茅棚，啊，这个做茅棚啊，看到人来理也不理，专门打坐，下坐就精神，这三等转穿子。做饭呢，到了晚上，哎，这个寒山大师一看呐，这个是个了不起的，就不走了。到了晚上啊，这个中马峰和尚就煮饭，自己煮，自己天气就吃了。寒山大师在旁边，他理都不理，好像没有人一样，照旧打坐。啊，晚饭出来以后，夜里又在山顶精神，这个寒山大师也跟到他转，都回头都不看他。寒山大师很聪明。看到就赖上这样一个人，第二天不到时候，他就把他的米缸打开做饭，啊，把他不晓得豆豉啊什么弄出来做菜，做两份，到时间拿两个碗摆在那，哈萨大师自己做好饭贴菜吃，那个做茅棚和尚一看饭做好了，也拿起碗贴去吃，也不讲话，啊，你是。古人的禅方啊，很妙啊。所以我那个朋友讲啊，他我就像哈山大师一样，跟着他煮饭烧茶。后来他教我参花朵，他说我有一天，我说你参什么？念佛是谁？有一天我正在煮菜，那个锅铲在锅里头嚓。炒菜下面火烧就很大，这一炒下去一炒，我一边炒菜炒锅爪炒菜，一边是参花朵，念佛是谁？念佛是谁？念佛是谁？这一炒，念佛是谁？那个锅爪碰到锅啊，啪一下，哎，就愣着定在那里，好像明白了。结果嘛，菜也焦了。他说我就乐器法师过来看我这个样子，一笑，你对了。他我就给他磕头。即使在住三个月，天天在这个正改里头，
天特在这个江干里头啊，我就到，这就是寒山大师讲的，寒山大师真吉令中下交易呀，原命列下转生难呐、啊。看你们现在杂念纷飞，妄想烦恼断不了，就是一路都是荆棘啊，都是杂草，都是刺你的。在这个乱当中，一脚踏下去把它踏平还是容易啊。哎，念念清净，心心该空。即使多有愧疚是即使无念，等于啊清风明月，万里无云，无云的境界。比方圆明列下再转身，有空再转，再进一步就难了。结果踏过来这一步呢，等于亏了，到了穷关了。你们注意哦，不要随便闭关哦。以禅宗规矩来讲，不破本参不入山，没有入茅棚住，没有住山的住茅棚的资格。不破本参就破秋关，不到穷关不闭关了。到了穷关再追求进一步破第三个摩后老关，那得有资格闭关了。这都是老规矩，你们大概不这样啦，不知道了啊。现在我讲真故事给你听，要听不要听？还是要听还是要听呢？啊，征求诸位意见，民主时代要投票的啊，要听不听啊？哎，要听啊！好，要听再讲，不听就不讲。嘿，好了，他说我啊，到这一步就问月缺法师怎么样？再下上一周踏破秋关，他远去法师很了不起，告诉我你赶快下山吧，另找名师去。他我告诉你，我也知道这个地方，我还在想看这么多呢，找不到山之石，我也知道这个。他很诚恳地要我走，你到去禅房去，也许找，如果你找到一个高的，你来告诉我，我也去。他是世界上没有善知识，很苦的。他因此我离开法，远去法师啊，所以远去法师认为对法师父。不过他那个出家师傅也了不起的，湖北人，一辈子没有庙子，做一个活动的帷幕龛，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看过。出门就身上背得很重，随便到哪里，等于我坐的这个位置那么大，一到哪里一拉起来一个顶，就是小，等于电话亭那么活的。不就庙子头都行，晚上前面一拉就坐在里头了。这个师傅一辈子也是了不起的高人。这个我说那后来你找到庙？到现在没有找到。他我还是种在这个境界里头啊。我也听听很有意思，所以这个和尚朋友后来抗战起来，我们一直在四川，我们一路
后来死在四川自流井，也是到这一步啊。那么大哥入定的时候啊，给徒弟认为死了，把埋掉了，才通知我。哎呀，我是痛苦的，气得不得了。我从四川宜宾走路到自流井，一看已经埋下去了。因为我晓得他入定，这个秘密他徒弟哪里知道？因为他定得很难，他就告诉我这种得来是秘方，道家的，用外物，用药使自己得定。我说你得了什么仙丹呢？哎，他是白蜡，白蜡啊，白蜡是树上讲的做蜡烛的那个白蜡。我说这种，他稀饭里头放点白蜡烛来吃下去，就杂念妄想会消会定。我说有这个事吗？当然我不会去试，他老兄当然去试。后来一定是白蜡吃多了，我想那现在医学讲啊，哎，这个白蜡的有神啊，把心机闭塞，也是一种定向，也是一种病态。那么这个徒弟懂慢慢慢，他反正功夫蛮好的，打坐呢，过几天常常有许多人入定啊，给人家抬起烧掉的。你们注意，所以你们要学佛参禅，在那个外行堂子里头就，尤其过去的出家人没有身份，只有个在地，哪里来，家里在哪里都不知道，烧完送莲盘堂，一把火就是了。那个广成老和尚在台湾，广成老和尚亲自告诉过我的，他是在福建鼓山，他入定。在洞里头六七天不出来，和尚要抬去烧了，刚好弘一法师到了，他说弘一法师救我一命。弘一法师说你们干什么？他说我们这里个年轻和尚在山上住洞年盘了。他说这样，那个山洞好不好？很好。他说我去看看看。他说弘一法师看了半天，告诉他们等，再等两天看看，算不定入定去了。他说我第九天出定了，他说假设不是弘一法师一挡，我第六天就给他们烧掉了。所以他很感谢弘一法师。所以你要注意哦，所以出家人出禅定这个东西身边一定带，有时候入定了怎么都出不来的。只要这样，所以他边一敲就出定了，他就晓得南怀正好在禅堂里要我出来了，他妈，知道了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一方面带到这个好化缘嘛，没有饭吃，家人门口叮一敲，饭就来了嘛，